冲锋枪里最被低估的枪，又稳又有续航。端午用它直接上大分。今天粉丝投稿想看 PP19 的配件，直接安排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赵云，这里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，也祝各位中考顺利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枪械就是冲锋枪里最被低估的枪野牛。也许大家只看到了射速低、伤害低而抛弃这把枪，实际上是你的配件和打法出了问题。首先，这把枪5米内就可以做到上半身3000导，比很多冲锋枪甚至步枪还秒。10米内轻松做到4000导，实际伤害很可观。用了我的这套配件，30米甚至还有一战之力。一体成型消音器、MFT 轻型延伸枪管，两者提高射程。哦，我操，骷髅枪多，拉满机动。颗粒瓦皮和哦我操镭射补散步。最重要的来了，红色芯片我们一定要选潜藏者。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直接来看这一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敌人先手，但我依靠着高机动野牛和芯片完成反杀。而且大家也不担心自己会马枪，这把枪的稳定和续航高的离谱。这套就是本期国一配件，那么直接进入战，还请大家耐心观看。家人们，这个野牛虽然说自带金皮，但我还是喜欢钻皮。如果你懒得打钻皮，又想找一个既便宜、高效又安全的带刷，可以找林姐。大家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。